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1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其他外宾，8月17日来到我国访问，由刘宁一、赵朴初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也同他们一起回到北京。各国来宾和中国代表团人员在首都机场上受到我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各界1000多人的热烈欢迎。8月2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来访的各国朋友。接见时，毛主席同客人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陕西省宝鸡县杨家沟中学创办6年来，坚持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杨家沟中学办学的特点是教学联系实际，把学和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生不仅学到一般的文化知识，而且学到同农业生产有关的各门学问。学校还把田间当作课堂，以老农为师，通过经常的课外辅导活动丰富学生的实际知识。6年来，这个学校为农村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有171人成了当地社队的基层干部，110人被评为五好社员和五好青年。在西藏高原的运输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汽车部队某部5连2班的同志们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树立以边疆为家、以苦为荣的思想，安全行车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成为西藏高原的钢铁运输班。西藏高原，谷深水瘠，山多路险。二班所以能够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出色的成绩，是因为他们有着赤诚的心和过硬的驾驶技术。茂密的椰子林遍布海南岛各地，椰子产量大，
用途广，椰子肉可以生吃榨油，椰子外皮的纤维是制作绳缆渔网的好材料。海南岛的菠萝蜜也是一种很好的热带水果。菠萝蜜生长在树干上，每株树能结几十个菠萝蜜。菠萝蜜以它特殊的香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广西靖西县山川秀丽，奇峰林立，一向有小桂林之称。靖西的自然风光给这里的农村增添了动人的美景。重庆市中区新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专门经营重庆70多家工厂生产的1000多种日用百货。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经常到这里来站柜台，介绍商品的性能和质量。在这个新型的商店里，顾客不仅可以买到质量优良的日用商品，还可以看到对各种商品的质量进行现场试验，增长许多知识。这些现场表演显示了重庆地方工业产品的新面貌，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商业亲密协作、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可贵精神。